嘿，这次来跟大家分享胡志明的优质越南餐厅 Home Finest。Home Finest 采取预约制，或是你想体验有感扑空的感觉，那就随机过来，即可获得接待员的尴尬微笑与预约单。总之，若你吃腻了法式料理跟小吃，不妨来 Home Finest 试试精致越南菜吧。况且胡志明式的高档越南料理，这价格真的吓不到人啊！换算一人大约35美元上下就能享受这美好的用餐体验。随着年纪渐长，哥现在觅食也是越来越重视舒适度与费度。譬如实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，我就会任由服务人员摆布。在 Home Finest 耍费，你会得到美好的自然微笑与详细的解说建议。服务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你觉得这一切都是浑然天成，世界和平。于是你觉得这一切太迷人了，这些桌边服务都诚意十足，给掰无限，最后你会心甘情愿的傻逼买单，也给予一个炙热的眼神。虽然其实我很讨厌傲娇的美食评论家，吃饭就该好好吃饭。带你来讲一些干话好了，道理就跟人生一样，永远都会有更好或更坏，凡事都有生命周期，前往间餐馆也是无不善的宴席，只要你愿意多做一些功课，就能趋近属于你的幸运菜。所以如果你想要找一个美味与舒适兼具的地方，看完这影片除了想揍我之外，也想被好好的对待，来 Home Finest 吃饭会是你一个很疗愈且和平的选项。哦，对了，享受完人生，也不要吝啬给予服务人员一些鼓励哦。你可能知道的，越努力越幸运，感恩也是。生活总有值得我们追寻的事物与意义。哟，这是 SN 星球，你可能知道的。我们下一周不一定再见，拜。